好，OK，现在是9月25号星期三晚上接近7点，然后有几个伙伴在这边啊，我来开镜头好了，好，OK，那我们正在讨论，9月27号要投稿的时刻年会，好，那题目呢？这次题目的话，第一个 evaluating alternative solvents，它是复数 for determining peroxide value of fat and oil，fat 就是 fat，oil 就是 oil，对，我知道。肺一般常温下是固体 ，oil 常温下是液体，大概是这样子哦。好，那其实我这个是学那个 ALCS 的方法。好，来，那在这里呢，这是一个啊，第二个 study on solvents alternative to， 也就是说这个是有点，这是当形容词 to isooctane for determining oil peroxide value of fat and。好，我们最后再决定，这个到时候我们周四再五再决定。好，来再来 ，study on alternatives。alternatives 这个我确定，我之前不确定，但是我上周查字典了，它可以当名词，它可以当名词，就是、去代物、另类的东西。好 ，OK，for determining oil peroxide value of fat， 不行，复制这样哈 ，peroxide value of fat and oil。好，那我们到时候决定一个，看哪个比较喜欢哈。好，作者这边哈。那这个是我们伙伴，对不对？一横这个，好，这里，有没有感觉？是不是那时候院长大背我？啊，对。哎，然后护照上面怎么写？光那个就撸了好几次了，对不对？对。一次就好，我说过了就好了，这东西哈。好，这边啊。第一个名称是这个，现在前面。啊，为什么30是复数？我不知道，我是照抄的。那有些真的会用复数。OK， 好，那这边的话。好了，报上来给我好了，来开始。没关系，这段没有录进去。自己补好吧，啊，你们自己补好。来，那这边的话，服务机关大小12号是好 ，OK， 然后在这边 ，OK。好，那讲个故事哈，我的班导师黄清真教授，我那时候问他说，清真晃，清真的那个真。第二个字母是不是大写？台湾人多数都是大写，所以他是小写。所以我感谢他的时候特别在问。好，有问题的，就惯例上就是一元一横元，元 Y 大写。好 ，OK。但是呢，在美国这个不叫 middle name， 这个定义就是 first name。啊，为什么？别问我了，我哪知道 ？OK。好，那这边就是那个这边，好 ，OK。好，服务机构在这边。啊，这边都没有问题啊。OK， 好，再来，因为只有一个单位，所以我们全部都留着。好，再来，然后摘要格式，这个大家很熟了，然后有人做了第四篇了啊，有人一次做两篇啊。哎，真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我人生第一篇写中文是我硕班的时候，你们现在还没有念到硕班嘛？所以以年级而言，进步很多很多了啊。哎，你们老师是谁啊？教的不错。顺便包一下自己啊、哦，好，我这边到时候我会丢到网络上哈、哦，所以万一忘记的时候，好了，他这边是每个人规定不一样，像我们投那个国建署的时候呢，是两个都要，对，两个都要啊、哦，哎，等我一下哈、哦。这边听真人的哈，不收费，对不对？啊，我镜头啊，你够不够你自己决定。哎，我去啊，我这边我在录影，到时候我会丢到网络上啊，因为这段蛮那个的啊。来 ，OK， 然后呢，按照题目作者服务摘要哈，那按照此刻年会的做法哈，英文摘要500字为限，中英文听起来是2选1。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写英文，不是我写的，是我们合作伙伴写的。啊，我是第三作者，然后杨大是第二作者，就是
放外面苹果消毒那一篇。好，然后呢，因为那后面其实是已经事先讲好的，所以由企业的那个干部当第一作者，先通讯作者哦。好，来，那在这边的话，听起来是不在500字之内，但是国建署啊，你也写了，好，我们一起度过，对不对？他中文也要，英文也要。必报，那个叫摘要，先有摘要，再有必报，对。没关系，我不要给压力，但是你们自己会写，对不对？对。OK， 好，在这边的话需要算进去啊，来避免条列式的。但是我们先列条列式之后呢，尤其初学者，用500字，再用英文。我接下来用短短时间把它弄完哈。来，啊，关键是 peroxide value for edible oil， 这也 OK， 或者说 peroxide value。可能这样就好了哦，这样就好了。好，来，我故意先分段写哈，来这边，好，这边，好，来，那我们这边，我快速讲一下我怎么写哈 ，peroxide value 括号 POV， 但是后来我一两个字 ，OK 哈 ，is an important index to evaluate the oil quality 我还自己先写啊。Some methods can be used to measure. Measure 是一个字，我们的标题叫 determine。我第一次读到这个字是大一化学的原文书。Determine, OK 好 ，OK 好。那 determine 决定，或者是 measure 两个会交叉用，英文写法上两个会交叉用哈。To measure peroxide value 括号 POV 好，这边的话，哎，对不起，第一次提到。全文这边缩写之后就可以不要提全文了我错了之后就可以用缩写。好 ，OK。For edible oil and fat such as ISO 3960 ISO 3960它是用醋酸跟异辛烷 ，AOAC 965.33它是用醋酸跟 chloroform。chloroform 的话，我们不能用。第二类，它是第还是第三类的？就人体也证据，但是有可能哈。And ALCS 就是我们这次用的，我们这次用其实是 CNS 把它简化，这就是丙级里面的。去对 CNS 原始的话，它真的只做半套。我们同意它，因为考试不可能跑那么多嘛。好，那这边呢？这边说。AOCS official method CD8D-90 这是它的编号，什么编号不知道，我就照抄，我就按文选。OK， acetic acid 跟 isoactant 好，那 which is the main reference of Taiwan CNS 3650 method， 也就是台湾是这一个方法主要的参考资料。OK， 好，再来。In Taiwan, the procedure of measuring POV in the Class C Technician Certificate. Certificate 就是丙级证照考试。你看，我把这句留着给你，到时候把它删掉。我那天是上网查，然后后来再查，我翻译跟官方翻译是一致的，我就用这个词。好，顺便我们要自己要去求证。好，来。Is simplified by CNS 3650，也就是丙级是3650简化来的。The cost of isoactane is higher than the other reagents, and it may limit people's practice before the exam. 清晰易懂，对不对？当然了，我的台式英文一看就懂嘛。就是因为它成本过高，所以可能会限制了考前练习。这个是我博士论文的时候，忘记我给老师帮我改的，我就记下来。有这个很常用，因为一个原因 ，it may limit 叫做限制、极限啊。另外一个叫 restrict， 被动式 restricted， 限制或者 lower， it may lower the efficiency。所以这是英文学法里面很常见的啊、你用 A 跟 B， 却时间更长或者效率更低等等，然后 it may lower。OK， 那这是转折词哦。所以转折到说 ，the prin 啊，对，我还没转折啊。The principle of applying the acetic acid and organic solvent in POV test is the peroxide compounds are extracted from 这个原理，使用醋酸跟有机，在这个测试里面，你看，在这个测试里面 ，POV 测试里面，使用醋酸跟这个的话，它是
主要是从萃取以及移到疏水层 ，the organic hydrophilic， 对，清水层，谢，清水层，我是有自己讲错啊，到清水层下层去啊。The organic solvent 括号 hydrophobic layer remains of the oil， 把留在油那边或者跟油混在一起哦。Theoretically similar organic solvent， 我还没写完了，对不对？Should have similar performance results effects。我先写 form对不起，我一直忘记什么名字。Performance results results 或者是 effect。好，你看，就是都可以这样。理论上相似的化合的有机或溶剂，应该会有相同的效果。好，所以我们转折，先从前。再来讲这个，全部都是阿元的真心话。好 ，OK， we had no plan to develop a new method。其实这句话不应该讲，但是我要跟那个厘清，因为我怕有人在刁我嘛啊。对不起，我没有要发展，我只是让大家练习的时候便宜的成本啊。Instead， 这是转折词哈，就是 instead 就是一个转折语气常用到的好几个词之一。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find。Was why 为什么叫是 was？ 为什么不用现在是？我的指导教授，我是我老板，从头到尾都没有教我的镜头，我从来都没有那么教我。现在有两千，你们听一听，我以后你们读研究所哈，我在大学老师程度我是中低下，那我听到我跟你讲哈，就是做实验做的那个实验跟。过去的目的的历史完成，所以它的过去式。但有两个，一个可以写过去，用过去式的话，他会觉得是一个常见的、经常性的现象，会用现在式。但是也有人把结果用现在式。不要问我，我没有懂那么多，反正我知道到位。好了，好来。好 ，OK， 然后呢？这位 ，the aim of， 所以上次不是跟一篇文章 abstract， 再来就是 introduction 段，到会个 the aim of， 或者 we aim to， 或者过去是 we aim 的加，然后上次那个叫做 object 目标，但是最常用是 aim 这个字啊。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用过去式啊 ，to find appropriate。Appropriate 叫做适当的，替代是 suitable， proper， proper， OK， proper， OK， 对， solvent with， 相信我要准备多益考照班了，对不对？我们来冲刺啊，来，我们就组个读书团了，Was similar result with to isooctane as in， 对不起。As in LCS CD 8D-9， 这也是 CNS 3650， but cheaper or safer。Thus, examiners 就是参加考试的人 can practice more with less。对 ，economic 对，我没有拼错 ，economic impact。examiners 对，对，它是一。跟 employees 是一样，雇用的，就是他就一，别问我，不是我发明的，是背下来的。OK， 好，这样子是不是起承转合已经把我们前面什么原因没钱嘛？不是，成本很高。再来呢，原理是这样子。再来呢，我们要找出另外的溶剂，而且呢，这溶剂呢是有相似的结果，但是呢，它可以。Cheaper or safer， 然后呢 ，with less economical impact。目前，它可能会更安全，更便宜或更安全，但是结果又很相似。哦，
OK， 好，有问题就问了，没有问问题，因为你在如果你是硕士生，我就会比较严苛，现在还不是嘛，对不对？Stable， right？再一次。就是低到高 POV 值，有可能80%或100%。对。然后我们不是用异星网，异星网的反应反而会比甲等的甲板。变成说你这边摇很久之后，它的反应可能会从很深的橘色摇直接变白色。这边我先写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先跳过去。好，就是几个可能性，这也是你观察到才我没有摇。在摇的啊、哦，都是你们做实验的。只如此呢，参加考试的考生或参加者可以有更多机会练习。好，起承转合理由都讲完了哈、哦，非常粗浅就是这样子，我们就是为了钱，不是是为了省钱啊。研究方法哈、哦、，all your samples with various POV were 特别复数 were， 因为这边是 s， 所以这边是用 were。OK， prepared by using fresh soybean oil alone 就单独使用。这个文法我没有纠正过，我还不晓得哈。OK， and mixed with different amount of high POV oil。好 ，OK， 这个没问题哈。我的台式英文很好理解。Isooctane 括号 reagent grade， 这就是四药级一般就是单价比较高。好 ，was used as the standard in this test。OK， now five solvents were compared with isooctane and they were gasoline 98 5000 hexane。Kerosene, toluene, and xylene 就是这样子哦。OK， 好，再来。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这是很常见的字，就是他用被动式，就是我们进行这个实验。但有些时候他不用 we conducted this experiment， 他们不用这样子，他本身说 the experiment was conducted， conducted 是执行啊，就是我们执行这些事情啊。妈的！我从头到尾没有人这样教我，为什么我学会我要教你们？我说白的时候就是，你以为这么烂怎么去美国读书？啊，对，我在录影呢，对不起，我情绪失控了。那但是你学会了就这么两句而已。啊，我在美国的时候，老板是德国人嘛，然后他有一次他说，我有另外一个老师他是加拿大人。然后他就说，他也不是英语母语，他是英语母语，但是他也在好朋友都这样互骂就对了啊。他因为加拿大老师帮我改文章，就我的德国籍的老板在帮我改文章的时候就比较平铺一点。好，我手笔记我都留着，改天拿给你们看，我留在办公室，那是我生命的记录。但是我过程中。没有一个老师骂过我，用英文没有骂我，他说你没有，就只有我硕班指导教授骂我，英文这么烂怎么是我？啊，所以因为我几乎不骂学生，对不对？除非你们吸毒、你们放火、你们偷钱，我干嘛？我骂学生的啊。好，来 ，the experiments were conducted several times， n 等于4或等 n 等于5 by following CNS 3650括号 SAOCSCD 这块号 ，then。Been analyzed， 这个是很难学。这里我不确定有没有用对，并这个是很难用。我到现在解释不出来，但是我有一点点感觉，因为我的加拿大籍的老师帮我用并这个字，它是 analyzed 的是被动式，它是被动式，而不是 has been b e e n 有鼻音的 has been analyzed 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b i n g， 到时候我再修正，也许他帮我修过去。跟加拿大老师他改文字，我学起来了。With one way ANOVA。再说一次。我三的要不要重做？没有老油了。我们再去整。OK，那先不急不急，然后要我的话，我再去家里炸鸡腿，或者我来这边炸鸡腿。
我们就抽气，然后炸完，小心处理，我们就再就加菜好不好？我去买鸡腿。好，不行，我在录影，不要讲了。好 ，OK， 那这边先这样子，我们再讨论三或五，好不好？好，再来哈，来这边结果哈，结果的地方 results， 好 ，results， 我这边有一个 for POV measures， OK， M E S U I， 对，第一个 for fresh oil， 然后这边的话 fresh oil 的话，我 POV 等于 3.4056， 事实上它后面要修整，可能小数点两位或三位就够了。好，然后 rounded to。Run up 四舍五入，好难懂的单词啊！好，然后呢，正负0.7855可能要修成两位或三位，因为不需要那么多哈。N 等于5 by isooctane 是不是很清楚表达出来说，我以 isooctane 为主？你有讲吗？有，在这里。研究方法，isooctane， 而且是 reagent grade。Was used as standard， 或者我猜了，这边会把我修正 as a standard， 不加了哈 ，a standard 或者 a standard， 我猜他到时候修我这一句，我被修过了，所以我会知道哈。好，来，那这边那个 POV measured， which is measured 吧 ，which is 把它省略掉 ，which was measured 啊。By six solvents, N 等于五 was analyzed by ANOVA, and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re was no, 不是 not, 对不起 ，no 啊。好 ，significant 显著，形容词、名词。好，那 significant 可以用副词。好，慢慢来，好吧。阿元三脚猫英文教室说。There was OK. There were 才是复数 ，There was 单数。没关系，镜头没对到你。那个李同学不要这样子。这边没有姓李的，对不对？录影当中没有人会知道的啊。好，来，所以我们这场录影会知道说，我现在在线上。这些东西要丢网路上。那、啊、像我在家里录影的时候，我老婆就讲话：“哎、欸，我在录影哦，这段删掉，不行。”这我们自己知道。OK， 然后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括号 P 要小写，斜体 ，P value is 0.11， 不 0.11， 这不是 0.11136， 小没有小于0.05哦。来，我顺便。练习一下哈，来，对不起，会超过半小时哈，但是我管你的，反正时间。来 ，P 值一定要小于0.05。我问过他们，不一定，为什么不一定？如果要看得清楚差异的话，就要小于0.05，它才可以看得出差异。对，那我这个没有答案。哎，很好，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再次哦，因为我们一直学显著差异小于0.05哈，那当然那个肖如晴一直在讲说不是0.05，是0.005，那另外的事情，那个学姐讲不讲哈，不讲。你是一个是我第一次读到，其实是去年还前年读到这个文章哦。哎，我想没有显著差异，有什么敢写出来？你是假设你是一个的洗碗精，我是二号的，我跟你这个品牌比较。如果我没有显著差异，代表我的品质好。目标是要让喝绿茶，我喝红茶，他喝茶少。所以降血压有显著差异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喝阿萨来降血压，或者我们三个其实都有降血压，是阿萨有显著差异就寻找它。我们的目标是跟 isooctane 去比。如果我跟他没有显著差异的话，代表我跟他一样好。OK 啊，所以。不一定什么东西都要显著差异哦。王同学，没错，所以这篇 paper 主要就是在讲说，找到跟异性玩没有显著差异的样子。对，但是 safer、faster、cheaper， 还有那个
stable，stable，more stable， 对 ，more stable， 有没有找到？所以这就是研究思考逻辑。抱歉，我都是一步骂出来的。所以你们听一次、听两次、三次，你慢慢做到那个感觉之后，你就啊，这就是 research， 这就是 life 啊。好，来，我往下走啊。来这边 ，for the mixed oil POV 30.492 正负2.9985 n 等于4 by isooctane。好 ，OK 啊。The p-value was 这一段 and no significant， 这边就写 no 不是写 not 的，好，这是个人错误啊。来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这是那完了。这有一边在讲英文了啊，就是写英文写作啊。我先跟王同学，先跟两位，英文写，我英文写作文讲太少了。因为我真理，我承认我真理课程是我的错，我们把它搭配比中文高很多。应该会再开，应该会再开。那到如果他们同意，应该会继续开，应该会继续开。对对。开 HP 的，对。闲聊，有没有发现，在外国人讲惯以后，就慢慢 OK 了。对，我们包容度很高。对他，我们随便上去乱讲，他就会。你关你屁事啊！钱我赚进来，学费我拿回来就好了，对不对？对，那像礼拜一的时候，那个有一个是来自美国的，然后我就跟他讲哦 ，Forgive my poor English by。Do my best, let you understand what I want to say. 哎，每一句都懂啊，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会用很简单的英文，我也用不了难的，把我想讲的东西用简单的单字用出去。那实际上这些英文单字里面都有很难的单字的意思。那我们就句子把它拆开，然后用简单的讲完嘛。对，他讲完之后他听得懂就好了啊。听得懂的过程，文法错误、复数、单数、时猜错，他都能包容了、啊。而且有没有发现，讲是明明那天是报告是杨老大的必报，他讲的有模有样，就是好像他做的一样，就是不是他不要脸，用上去演什么像什么，记得上去哎、欸、这有模有样就啊，是你的论文，是你的论文啊，对啊，就这样，没有对我错，没有对我错，来，等一下我先停止录影，换个档案。哇，27分钟，28分钟，好。